大家好，8月24日，第七部视频，就在刚刚，有两个人给我说，旁边那个楼有人跳下来了，我心情很不好，我非常想过去，不是好奇，我只是想过去给他说，你快回去，你跳下来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，他是老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。我想给他说，你这样下来，你的父母怎么想？如果你有孩子，你的孩子依靠谁？如果你有家庭，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又该怎么去面对？但我过去说也没有用，他已经下来了。好了，不聊了，心情非常不好，从来没有离这种突发的事件这么近。拜拜。